王恩老师，我有事情想要问你。王老师，王浩南，哟，我听到了。哎，朱老师，请问你有何贵是呀？嗯，你在给我装傻？嗯，那个什么特训班的，是就是你，还有校长，还有校董串通好的啊？哇，而且还是乙班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对，老实说，我才觉得不关我的事。我刚听到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哦，我是半路出家的公民老师，哪会帮忙特训？哦，所以你就把歪脑筋动到我身上。哎，没有哦，五加力三个字我一个字都没有提哦，是校长自己跟校董推荐你的。你个人发誓啊？真的啦，四五六七八都可以。都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你是要我说作弊的事吗？啊，我说我不会跟偶辉朵爱合作。不用担心啦。真的吗？他不是要我帮他儿子毕业吗？问题是儿子不给帮啊，我还陪他在那超冷的湖边等了一整天。湖边？对啊，我们在那边泡茶看人家钓鱼，然后连个鬼都等不到。所以你不要再闷了嘛。那你发誓啊。你五加力哦。五加力啦！啊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我对天发誓，发五发六，我这次不会跟偶辉朵爱合作。好了，原谅你啊。你幼稚哎！你才幼稚。